号称七大饮品之首之美雪椰粒豆养蛮，七大饮品之首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今天要做什么呢？有朋友送了一点东西，从日本带回来的牛奶吸管。OK， 应该大家应该都知道吧？现在有三个口味嘛，香草、草莓、巧克力。好，香草、草莓、巧克力，用这个来喝牛奶会有那个该口味的那个。好，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。有看到这个，好，对，我们要做七种饮料的试喝。嗯哼，该怎么喝呢？我带了七种不同的饮料来试喝哦。当然，我们该准备的水也要准备一下。好，先来喝个香草好不好？来试喝七种饮料的感受。哦，不过我没喝过啦，我没喝过，香草味很重，应该是这样喝没错。先来试喝什么？要先试喝什么？我们先试一个普通口味的雪碧，好不好？雪碧，香草配雪碧，我来喝喝看，好不好？我把它倒在这里。雪碧，我们来先试一下香草雪碧，没喝过哦，我来试看什么味道。好像还不错喝耶。香草雪碧不会讲哎，还蛮搭的哎，还蛮搭的。好，第四是第二种口味，这是荔枝乌龙茶，现在就是香草荔枝乌龙茶哦，哎，混搭性的口味哦。我来试试看，香草荔枝乌龙。好像被荔枝的味道盖掉了，什么味道？我发现一管可能配一个就好了，我们用混搭的好不好？再来第三种，香草美丽果，香草美丽果，我来试看看麦姐，美丽果这是柳橙的哦，香草柳橙，我来试试看。好像不太适合太重口味的东西，会把原本的味道盖掉，感觉上是这样，感觉上是这样，感觉上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喝了七种，三种饮料喽，现在来喝第四种，岛零，岛零就几啊，无糖的哦，快过期了，赶快喝完。头在啉香草的，咱即马换白口味好，倒一点点，大概这样吧。我来换只巧克力好，巧克力岛零应该是袂歹啉哦，我来试看卖。巧克力岛零，因为刚可能喝别的口味混进去，可能味道怪怪的。巧克力豆奶应该不错喝，还要等它稍微浓一点。蛮搭的哦，跟我想象中差不多。我是无糖的，哦，你不要拿有糖的，无糖的。哎，不赖哦，不赖哦。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。巧克力岛零应该不错。我建议是搭配没有味道的东西，这样喝起来还蛮舒服的，不够甜，不过还 OK。就你原本豆奶是没有糖，可是它这是甜的，搭，很搭。谁说一定要喝牛奶？是不是一定要喝牛奶？搭，真的是搭。嗯，这好喝，这好喝。再喝两口，再喝两口。一种吸管喝一种就好了，不然有点会混乱。因为我
一种吸管配一个口味，这样才不会混在一起。再来，我们来试一下比较奇怪的东西，养乐多。OK， 这是有味道的、哦。我看这一瓶就把它灌下去好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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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浪费哈。养乐多，我们来搭配一下这个草莓，草莓，草莓养乐多，我想应该是很搭的。现在学乖了，你要先让它有点在里面，有没有？让它融化，然后一个吸管搭配一种饮料，不要搭配很多种，因为味道混在一起喝不太出来。然后重口味的喝不太出来那个味道，没有口味。那这个养乐多应该、不知道、我试试看。Oh my god！ 哇操！草莓养乐多好好喝哦。养乐多的酸劲，配上草莓的那微微的草莓味，酸酸甜甜，呜，这简直像初恋的感觉啊 ！Oh my god， 好好喝哦。哇，这个草莓赞，草莓养乐多真的很搭哎，搭真搭。哦，喝的有点饱了，差那点，喝的有点饱了，不把它喝完不行，不能浪费。哦，那个余韵犹存啊，在你的舌地之间有那种。余音绕梁的那个感觉啊，哦，这个正赞。目前喝是这个最大，草莓养乐多这赞这赞，很特别的味道。再来哈，怪怪饮料 Part Two， 纯100%鲜婆的哦，纯椰汁哦，哇、干，这里。在什么感觉呢？啉起来应该怪怪，个人是安尼啉认为啦。虽然说它是透明的，可是它的味道，我个人对椰子汁其实还好。草莓，我来想一下哦，椰子汁哦，巧克力椰汁、香草椰汁跟草莓椰汁，哪一种啊？巧克力试试看、我觉得三个都很不搭、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三个都很不搭、我来了，巧克力椰汁，怎么样？你要让它 有点沉，搞派里面，你可能说我本身对椰子吃就还好，不过它有巧克力洗礼是。味道变好一点，你看，干已经渐渐渗出来了，好像变得好喝一点哦、因为巧克力味道够浓，把它盖过去了。我觉得是椰子是不好喝，不是巧克力不好喝。我是感觉椰子汁的关系，还是巧克力的关系，巧克力是会使，椰子汁的关系是椰子汁不好喝，不是这个牌子不好喝啦，是我本身椰子汁就还好啦。退火了，有时候会喝一下，退火，退火。Last， 最后一杯啦，最特别的来了，这个蛮牛，蛮牛，算了，不要再刷杯气了。你在阿里里面会不会发生什么化学反应？我是真好奇，我化学反应。我喝纯的看看。
就是很多维他命 B 的味道，维他命 B 饮料，对吧？它这边有写啊，我不知道你们吃过维他命那个 B 群或者什么那种，就是甜甜的那种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。OK， 跟它棒溜哎。个人认为，草莓一定好喝，一定好喝。香草应该很怪，巧克力应该很怪。哎，先试草莓好了，我们先试草莓，味道比较好，我先试草莓。OK，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草莓尿，不，草莓饮料，什么饮料呢？蛮牛，蛮牛应该不能算饮料，提神饮料算了，好不好？我来喽。想象中一样搭，真的是搭。草莓就是要配酸酸甜甜的东西，懂吗？ You know， 草莓就配酸酸甜甜，巧克力就配那个没有味道。香草，香草不在，我带你吃过香草，跟养乐多有点像哎、欸。我不建议这样喝蛮牛啦，这样蛮怪的、啊。提神200，我靠！好了，不要做节目效果了，我们来试一下。蛮牛巧克力，好吧，倒少一点，我肚子快喝饱了。蛮牛巧克力哦，巧克力蛮牛，刚才怪怪的，我吃过耶。巧克力蛮牛来哦，哦，巧克力尿，巧克力饮料，饮料。不要做节目效果了，不要讲嘞。不要讲嘞，我看起来这三管的，我看应该是草莓比较大一点，因为酸酸甜甜的关系。哎，我个人是推草莓，巧克力这种要配没有味道，哦，说不上来一个诡异的味道。就好像你嘴巴吃巧克力有没有，然后再喝蛮牛的那种感觉吧，感觉怪怪，不好喝，不好喝。哎，蛮牛巧克力就怪，好，最后我们再试试一管香草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嗯，既然要试，我们就来点特别的。干，它变颜色了。那太咸啊，欸，它太咸欸，看这可以喝吗？它沉淀欸，大补丸，哎呦，号称七大饮品之首之蜜雪椰粒豆养蛮，七大饮品之首啊，来啦，我来试喝啦，看看到底什么味道。Oh my god， 看得到吗？有没有看到？是它小啊！哎、欸，它很起化学反应的哎、欸！看这要喝吗？它开始飘了哎、欸！你看，看到旁边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新鲜的，我喝喝看好了。啦啦，应该是导磷的关系吧。开始喽！Oh my god！ 我干！哦 ！Oh my god！ 好恶心哦！牛嘞！为什么要做这种奇怪的实验？为了秉持我们的实验精神，我决定了一件事情。看到啊、哦，这样够不够狠？一是好搭，二是休息，请投票。啊啊！现在不是实况哟，靠别！我知道大家已经讲好搭，综合体，合体技，六神合体，刚好六关，六神合体雷霆王。看到没有？